家好啊！十二元店又有新嘢玩啦。咁咧依个咧就系咖啡模啦，今期嘅咁样样，咁啊$100啦，佢就唔系十买十二蚊嘅。咁啊分开咩部分呢？就好似而家拆紧咁样，有两个杯俾你。咁另外咧，跟住上面有柄嗰处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嘅依个咖啡模啦。下面依个组件啊，依、這个好似网座嘅组件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咖啡嗰个漏斗啦，滤咖啡嗰个漏斗啦。咁樣樣，而家咧，首先我將呢個咖啡模咧冚落其中一個杯嗰處先，咁樣樣，咁跟住咧啲豆咧就倒喺依處上面啦，就係而家呢個位啦。然之後較粗有度咧就係呢個模嘅下面啦，所以你事先調校好先嘅，啊，咁樣樣。咁啊，但係呢個漏豆咧我就唔係太中意用啦，咁樣樣，因為咧好易塞嘅，咁所以我寧可轉另一個用具啊。啊，我而家可以沖咖啡咯喎。磨好咖啡豆之後啊，我就咧就唔用原有咖啡漏斗，我就用一個咖啡袋啦。哇！咁快沖好咖啡啦，咁樣樣，咁啊總體而言啦，依個咖啡模係相當好用，同埋相當超值嘅，咁啊效果亦都唔錯，帶去露營咧相當好噶，啊咁同埋咧我可以慳翻兩個杯，用佢呢兩個杯咧就搞掂啦，咁樣樣，依個係絕對係一個好嘅物件。多謝大家收睇我嘅頻道，下次再有新嘅物品再介紹俾大家啦，拜拜。